反正就是被抓到了，就他好像想要发生危险的。Thank you.
经在到。
很特别的吗？
哦，我那天有偷了几个鸭翅膀。那你不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好不好？
想吃什么？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想。对，现在就真的、哦。人家扶中间，走开啦！走开啦！哦，下来。星巴克。
Thank you.
叫玫瑰。我不知道。
再参考一下哦。欢迎收看，再见。